一年有没有什么自己对自己有什么期许啊、愿望？新的一年呢，因为我其实之前都是平面为主，那我还有上一些通告嘛，那我新的一年我希望可以就是舞蹈啊，然后甚至就是英文啊，然后戏剧方面都可以就是更加的进步这样子。OK， 好，那就玩一下 pose 对，秀一下就好了。